他抓到你的胸部。第一季的获胜小姐姐的查理斯有准备大红包给他们的，终于知道他在这里了。大家好，我是越南强尼。VIP 拉面洗头马拉松的第四天来了，那我们准备要迎来第四位小姐姐。那上次第三位小姐姐呢，真的很棒哦，而且这次评比下来之后呢，我觉得每一位小姐姐的技术真的都提升很多哎，哇，这一次真的可以说是非常舒服的体验，非常舒服的一个比赛。第四位小姐姐到底是谁呢？我也还不知道，所以呢，等一下我们等待她的进场。那我们事不宜迟，马上开始 ，Let's go。Hello， 是 Yuki， 你好，你好，回空，回，我跟你们说，她也是人气非常高的小姐姐，而且技术很不错，所以呢，这次来看她到底是进步还是退步哦。小姐姐在吗？今天一样，我来帮忙。你好，哇 ，Yuki 小姐姐，这个真的是颜值、技术、身材集一身。I like 看牛牛啊。So many people. Tired? 有钱 ，no tired. 有钱 ，no tired. 哎、欸，中文很好。喜欢它这种利落，然后又干净的感觉。Thank you.
鸡皮疙瘩一直起，因为他按摩脸部有一种快感。很棒，你按摩摩擦很好。给他按摩真的是一个享受，大家喜欢按摩的话找他找他，而且他很活泼，他会说中文，你会说中文？一点点，很活泼其实。很舒服，这个会升天的。其实现在快接近中午了，我有点饿。安刀本瑞，安刀本空，安天改吉，小辉。啊 ，Chinese food really？ 哇，米呀、啊、，I love dim sum。我最近刚好也有做。点心的小影片，大家可以去看一下。我超爱吃的一家在第五郡。If I can go with me, go to Italy. OK， 又约到了各位。好啦，现在就我的一只脚，然后还有小姐姐本人，大家可以就是完整的看一下小姐姐，她的颜值有 up up 吧？我觉得她越来越好看呢、欸。哇，那这个分数我要往上打吗？大家帮我思考一下。Thank you.
好，走吧，洗头。很有安全感。
太 beautiful 了，你看很活泼，很 beautiful beautiful 好啦，那这就是第一季强尼杯的出战的四位小姐姐哦。强尼也要先声明，有一些小姐真的比较遗憾，就是说她可能自己有规划会突然请长假，所以呢没有办法邀请到她，或者我们时间上对不上。但是一样啦，这一次出战的小姐姐呢，就是分数本身也非常的高，或者是人气也非常好哦，那整体体验都不错。那我们赶快来打分数吧。那我们一样先从按摩开始哦。按摩的话非常的舒服，也没有话说，真的，我直接给他五分。洗头的话完了，这几个这样比较下来真的有厉害，所以呢一样是给他五分。剩下两个我觉得我自己打分数，我们留点悬念，等一下我们就去找冠军小姐姐吧，到底是谁呢？强尼有奖品哦。第一季的获胜小姐姐的强尼是有准备大红包给他们的，那我们现在先去找他吧，他可能在工作，我们先去看一下他有没有空，然后呢我们颁奖给他。朋友们走走走，跟我走，我们去找他。我们问超久的，终于知道他在这里了。啊，这么这么，他是我们强尼杯的第一名，他现在有客人了，然后他是我们第一届的季冠军小姐姐，就们好，那这个是其中一个奖品啦。那当然如果后续呢，如果觉得奖品不够多，是不是可以跟我出去吃个饭啊什么慰劳他一下，其实好像是在那个奖励我。好啦，那我们赶快放他走，他有客人。好，李兰李兰李谢谢谢谢谢谢，高兰高兰，这也是一个趣味性啦，那同时也帮大家把关一下这边的技术。刚刚有看到很多粉丝，真的谢谢大家，就是因为我来尝试，那希望他们自己也能够维持很好的水准跟品质哦。那很开心有个完美的落幕啦，那就期待后续续集，我们继续评比跟打分数哦。那今天的影片就到了结束，如果你喜欢的话呢，就记得按赞订阅分享，大家拜拜。跟大家说一下，大家看一下结果，拍到第四天，然后呢他们价格真的调整了，你们看一下，原本40万，然后现在变50万，然后呢全部都增加10万了，也还好啦，就100多块台币。但是凡是只要你有享受任何一个服务的话，你可以干嘛呢？你可以玩抽奖，就是说你看哦，他最大奖竟然有什么free 耶，也有20万折价，这个还不错。那我们现在马上来试试手气吧，我来咯，我的第一次哦，开始 free 吧。你好，你好，有一点，反正只要有字的话呢，就是 bad luck， 什么都没有这样子啊，差一点，如果这样子就5万哦，所以呢，只要你们来都可以来试试哦。